再要抱小大熊猫 baby 熊猫一岁大，这边 sit down there， 这个啊，对。乖乖，我请两个，对吧？麻烦你帮我拍好不好？来看这里，那个 here camera， 是 video 啊 ？video， 很重啊！对，去年出生的最重的一只。他现在是不是最重了？开始包吃哈。来，包吃零食。这个也多大了？这只叫什么名字？鼠龙哈。嗯。鼠龙。主油，这不是美兰，美兰对，要等人的。你蜂蜜，他帮你移一下位置吧，没问题吧？你看这样子，是这样子的。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，继续吧，不用不用管那那房子，不用管，不用不用理。嗯，好。那他喜欢吃什么？你在喂他什么？蜂蜜。蜂蜜。蜂蜜。他吃冰棒棒棒糖吗？一口一个。一口一个。Are we taking him home? It's okay. We fly first class. We will take this.OK， 好了，帮我吃。OK。啊。嘿嘿，你看小猪。还要跟我回家？哦，成 naughty girl。他不要进去。他知道进来拍照的话就好多吃，然后平时因为他戴了牙齿不太好，消化功能、吸收能力都不太好，所以平时吃不到。你在写他，他也跟他。啊，那真好啊。OK。